第二十二题，右图是一个在狭窄室内检测视力的示意图，已知女孩距离平面镜4公尺，距离视力检测表1公尺，请问女孩距离镜中的视力检测表几公尺？我们看到这边的距离是4公尺，那么这个距离是1公尺，所以视力表跟平面镜的距离，就是物距就是5公尺，物距是5公尺，像距呢也是5公尺，所以我们的女孩距离我们的像呢就是5+4。等于9公尺，所以第22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女孩距离镜中的视力检测表几公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9公尺。